十六啊，多强啊，太强了啦！我收到了一张五零钱，它是一个十五人份的丸子汤面，它有7公斤，七公斤，谁吃得完？我觉得它有点多，不过我今天还是要挑战自己，看能不能吃完。来到南投草屯，当然是要找地头蛇。那我们欢迎草爷。嘿，欢迎来到南投。南投，你觉得你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有点硬啊。你一般你比赛之前，你到底会有哪些准备？就都可以，不用准备。当然不是有吃东西在比赛啊，就是空腹。那我等一下进去挑战。你确定可以？一定要可以。目前为止没有人挑战成功。我努力把它吃完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开始了。好，加油！紧张，刺激，好，加油。来，手机可以马上给它直播下去，好不好？丁丁的魅力无法挡啊，不愧是我们台湾第一大胃王啊！你目前觉得可以吗？嗯，还可以。还可以。你会不会等下吃完还跟我说你还饿啊？这个够完会喷汁吗？这真的很多。好，我不要干扰你，你就专心吃。会不会因为干扰你，然后你就吃的比较少一点？不会。真的吃少就是吃不下的时候。还是诺基亚参赛者？你觉得你有办法吗？有比较难。听说你周五都可以吃40几颗的饺子，他都200多颗。这次的作战策划是怎样？等他两再一次快速吃完。现在很烫是不是？有点烫。所以要先把牛奶目前都吃光，然后最后是牛汤喝掉。最后干杯。感觉起来已经接近有点见底的感觉了。基本上。米苔木你都吃的差不多了，就剩这碗把它吃完，里面就剩下汤底多了。看来你的策划是可以的。哎，你知道中午40几颗饺子跟200多颗饺子的差距了吧？40几颗算很厉害了，好好练，这是可以练出来的。可以练。哦，你还有闲暇一直跟他聊天呢、啊？丁丁加油，我对你有信心。目前为止没有人挑战成功，压力好大。舒涵呐，你这料啊，多强啊，太强了啦！哇，现在还剩几分？还有40分钟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来南投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只能招待你这一大锅。我们再给丁丁掌声鼓励一下吧！好，好，齐上三战选手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个掌声是给你的，好荣耀啊！太赞了！当他解腰带的时候，代表说他已经快吃完了，还饿啊！哇，太夸张了！疯了！剩最后一碗在手中了。让我们看看他的速度。28分钟而已。天哪，你也咀嚼一下吧。没有坏。来，最后一个挑战，站起来就是为了让胃装下更多东西。然后我们来看碗里的东西。哇，最后1/10。婷婷慢慢来。双手举起来，刚好20分钟，我的天哪、啊！
说一下你的感觉。好，有一点饿。你还有一点饿？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老板他吃不够啊。才过了三天，目前都没有挑战成功，你是第一个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大家一定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你好虚哦，这不一定要吃完。我说的是，今天只有你有而已哦。他真的没有这么饿，确定你可以？可以吧？我还是做好我们综艺节目就好了，不要来跟他玩这个。他习惯大家看着他吃，他会吃得很兴奋。他一兴奋，他就多吃三碗。真的吗？你提早告诉我，可以赶快再去帮你多吃三碗。先不要。太扯了，你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来，掌声。还有副总来颁发奖金了，掌声鼓励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哇，我们20分钟就挑战成功了，太棒了！好，谢谢丁丁，谢谢。哇，废话，到底是又让我开了第二次眼界，这是我上次的汉堡，因为我们昨天还在聊，跟阿华在聊，说这个包总霸王锅，目前为止没有挑战成功，如果连你都没过的话，那真标准太高了。没想到他20分钟解决。也是我们很开心把你邀请来南投走走，来南投给我一通电话，我们就是包吃包住包睡，包吃啊吃就算了，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好了，可以啦，不用怕。